种不可控因素呢是非常的多的。那我们冰壶机器人呢是通过我们对场地进行不断的测试，会在我们常规的战术当中去总结一些规律性的战术，然后来把它变成一种程序来达到更精准的投壶。那现在冰壶机器人呢同时可以模仿我们运动员高难度的出手动作。